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跟你说，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，哎，该不会是学坏？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跑，不然光担心哦，都不用做事。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了。哎，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。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哦，对了，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的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吧。终于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，这几年我们这样支持他，也总算是有回报。好了，剩一道菜就可以吃饭了。所以美心人呢？美心。
谢您在傍晚倾听我的心声小语，是否有过踏进熟悉的门中，却发现屋里物是人非？明明认识这是朝夕所处的家，但你就是知道有什么不知不觉的好陌生。孤独的灵魂布置出了一个空间，假装是家，找到一个陌生人，假装是好家人。
望可以跟妈妈一样变成大明星。齐聚一堂，你来唱，我来唱，舞台之上，定见真章。欢迎收看《七彩新舞台》。
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。你先来楼上见我。七彩新舞台，巨星的摇篮。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。
里有个洞耶。爸爸你看我，爸爸你看我啦。美心，不要吵爸爸。我是刘宇，今天的分享来自台北的小雨。小雨说，丈夫的事业不顺遂，但习惯还是很奢侈，总是吃着大鱼大肉，梦想着可以翻身。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劝他务实一点？其实呢，小雨，人是很难改变的。承认挫败对他来说太难了，他宁可假装光鲜亮丽，还没收拾好行李，就急着邀亲朋好友来炫耀新房子。都几点了，他在那床上呼呼大睡，只剩你在又小又挤的厨房。收拾他们喝完的酒杯，比起你，似乎他更宝贝自己的面子，不是吗？